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从此耳边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还是哪里的金花才能酿出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来忘记。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酿出明了的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Thank you.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起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的刺耳边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酿出绽放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和拓海的牧羊人一共分为三个部分来学习 A 部分，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一部分是两拍做了三步，脚底下是左右左右左右退，左右左右左右。好，我手上动作，右手每两拍向前退一次，一二三四。好，向后退，手做一个顺风起手的时候要注意刺的时候有一个呼吸，一二三四大五两七八，这儿有一个呼吸。好，向前上两步，手展开，做后摇臂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腰往后转，向八点方向做一次，也就是左斜前方。好，第二次的时候是在二点方向，在做后摇臂一定要注意腰部主动的转动，往前送你的往后走。 B 部分，五两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第一个动作可以稍微放大一下，我们手上动作是交叉手心向上，然后掏出来从最上方展开，这是我的一个手上动作。脚底下前后胸尽量展开一点点，如果做的不够的话也要注意向上找的感觉。好，往前走的这左斜前方走的这四步手上的动作是一样的，接下来连接动作要注意一下，六七八，手从下后掏过来，二二，要注意手从后边搂过来的感觉，三四啊，这可是舍不得的那种感觉，向后找。脚底下的步伐是一二三，是三步，和第一部分是一样的。好，下边动作是一个环一个推，一个环一个推，我们脚底下步伐有新疆动作的感觉。哈，一大，要注意转回来，大大大，一二三，给后背。好，接下来动作一定要注意体态，注意体态。第四次的时候，双手抱于胸前。C 部分尖奏，五两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部分动作要注意方向，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方向，左斜前方也就是我们的八点方向，左脚右手。好，感觉向远望去，向远望去，脚底下步伐有变化，一打二三四，反方向动作也是一样的。好，接下来向后走的动作跟我们第二部分动作是一样的，接下来有一个脱帽手的时候，新疆舞脱帽手的时候感觉像脱出一个帽子在耳颊旁边。好，注意手一上一下就可以。